测试测试，有吗？有哈、哦。我们再等一下下哈，很多人还在路上。我刚收到观众的来信，大概有十个人还在路上。这边各位如果要连网络的话，在这边是必胜客还是达美乐的电话？必胜客的电话。厕所啊，出去左转。这时钟比较快哦，现在7点整吧，1:02。有非常丰盛的参加礼。嗨，大家好，谢谢大家冒雨前来，还是已经没有下雨了？好，我是 Rock， 今天的主办人，然后我们是开放文化基金会的员工啊，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有个广告时间，只有2分钟，也很快。大家为什么来这边知道吗？不是，你们怎么来？你们怎么看到这个讯息？是本来就知道基金会吗？有没有人不知道开放文化基金会在做什么？你们两个刚有解释了，然后还有谁都知道哈？那有人是有定期捐款的，有吗？定期捐款可以免费来参加以后的课程，就我们前面已经办了2次，这第二次哈。所以在这边不是叫大家一定要来捐款啊，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们刚有拿到前面的贴纸了嘛。前面贴子就是我们基金会在做的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是 open source， 第二个是 open data， 第三个是 open government， 就是我们鼓吹的三个主要的目标。那 open source 大家都了解吧，都是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来学的这个 Git 的东西呢，它就是 open source 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怎么样去控制你每一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们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就是扣着这三个主题呢，我们会有很多跟 open source、open data 相关的专案在这边。
各位就可以去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就点一下，那我们基金会就是主要跟这些社群做合作啊。那这些社群就是平常呢，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他们会用下班时间去研究这些主题，跟这些主题相关的这个议题做交流哈。他们会自己办一些活动，那我们就是跟这些社群做合作，协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目标跟想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请这个张时玄也先生呢，老师呢，帮我们来讲这个GitHub、Desktop。各位都有安装吗？等一下会有实作哦。如果没安装的，现在赶快那个连网络去安装一下。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就给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好，回来。喂喂喂，好，听到。就是先问一下嘛，就是在场已经有听过就是 Git 这个东西的人，有人知道？那已经有用过的人了，好吧？你们可能不是今天的 TA，但没关系，就是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样。然后我是仓石贤也，那这是网络上 ID，然后。平常我大部分时候都在做网站开发，然后业余的时候会开发一下游戏，但其实就是一直都做不出游戏来这样。对，那我现在在工作公司就是五月红宝石，那也是这边场地的 host。那五月红宝石这间公司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最早我们老板其实是希望去 support 一些社群活动，然后再就是在台湾我们的 Ruby 工程师的社群其实是相对小众，那也希望去推广 Ruby 这个语言。所以才有这间公司，所以我们公司平常在做一些教育训练之类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就是教育训练，然后再就是我们公司有做结案。那我在五倍工作就是结案，就是帮我们的客户解决各种奇怪问题。那客户的问题通常都是许愿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愿望通常都不会实现。那当然就是我们会帮他做一个可以实现的东西，这样。OK，好，那在讲 GitHub、Desktop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先讲一个东西叫版本控制。那 GitHub 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就是 GitHub 就是 Git，但其实 GitHub 它是一个云端服务，那它提供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些版本控制的一些伺服器的服务。那版本控制是什么呢？OK，那问一下大家就是。平常就是说你在学校写报告或什么，那你现在有个第一版、第二版、第二版，大家是怎么存的？OK，我猜在大学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就是版本一、版本二、版本三、版本四、版本五、版本六。那这个东西就是最原始的版本控制，就是我在我电脑里面开了很多资料夹，或是复制了很多个档案，然后去做版本控制。但是以这个是我 GitHub 统计我去年一年做的 commit。好，那 commit 是一种单位，那你可以当做是存档，然后产生一个新版本的单位。然后就发现我去年大概 commit 了大概2160次，那这个东西大概是我一天要改5次，所以我只要过一个月之后，我就有150个资料夹了。OK，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我这么频繁的修改东西的时候，我没有一个软体帮我控制的时候，我会一直增长资料夹。那我要去怎么控制，就是我的东西的版本。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东西叫做版本控制软体，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主题，就是我要去怎么去管理我电脑里面这些档案，或是这些文件，或者这些图片它的版本。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版本控制软体。然后，其实我觉得啊，在目前为止，其实台湾应该还有很多公司在用 SVN 这个东西。那 SVN 这个东西呢，要大概它是怎么样？其实比较早还有一些其他的版本控制软体，但是就是到 Git 之前的话，应该大部分都还是用 SVN，尤其是像游戏公司的话，可能都还蛮常使用。那 SVN 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它就是帮你做这件事情而已，就是跟刚刚一样，就是复制档案，只是说它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你看起来你还在使用同一个资料夹，但其实它帮你把它藏起来。OK，所以版本控制其实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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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只是说原本我是手动的，那透过这些软体，它变成一个自动的动作，让我们可以自动化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就想到一件事情，例如说什么？例如说我们在游戏公司啊，我们在做游戏专案 ，OK， 那我们的设计师他很高兴，他做了一个游戏的角色设计，然后这个设计档案呢500枚，然后我就每天改他5次，一个月之后我就是500枚，然后再乘以5，再乘以30，然后接下来我就发现硬碟不够用，那 SVN 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早期的一些大型的专案，他们用到最后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困扰，什么？就是 SVN 这种东西，它其实很受限，就是我的档案容量啊、资料夹子其实是使用的非常快，所以 Git 就出现了。那当然 Git 它最主要问题其实不是要解决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去维基百科上去看 Git 的介绍，那 Git 它其实是那个 Linux 支付，它为了去管理它这个 Linux 专案去设计的。那它为什么要，就是它为什么要去做 Git 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我们去看维基百科就发现说，其实当初其实是因为一些商用软体的问题，它一些授权，那它最后决定说那就开发一套自己的东西。那 Git 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特性，就是虽然说其实你去下载，例如说你去那个 GitHub 上面找到，例如说 Rails 或是 Linux 这些大的专案，然后去启动下来的时候，你还是发现它有一两 GB。可如果你早期你用这些 Rails 啊，或是你用那些什么 SVN 啊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可能抓下来的那个大小可能还是更大的。OK， 所以 Git 它其实有个特性，就是假设我现在两个档案，它很确定它是同样的档案，它直接会变成一个类似捷径的东西，它就告诉你说，这个档案其实在上个版本就存在，或者说在某个版本就存在，而且它们是一样的，它其实没有改动。所以我就告诉你说，那这个东西它就是已经不需要再重复储存了，所以它其实不是单纯的复制，它是依照你的档案的变化来去记录说哪些档案有被变化，那这些被变化档案呢，我再重新存一次新的版本，然后保留下来。再来就是像 SVN 好，那我们在以前在做这些软体专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每次要建 SVN， 我都要先架一个伺服器，所有人都要连上这个伺服器，然后才可以下载档案。所以有一天可能就是那个乖乖忘记放，那伺服器死了，那全部人就不用上班了。OK， 那所以 Git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它是分散储存的。分散储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例如说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我就可以把它抓到电脑里面来。所以我们在 Git 里面我们讲说什么 clone 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它会叫 clone？ 然后为什么会叫，在 GitHub 上你会看到一个叫 fork 词。为什么它叫 clone， 它叫 fork？ 就是因为其实我是在创造我自己的版本，我只是把它复制下来到我电脑里面，然后自己维护。那 Git 它的特性其实就是说，实际上来说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有伺服器的。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告诉我的 Git 说，我这是一个用来提供就是伺服器机制的功能，那这个资料夹它就自然而然成为 Git 伺服器。所以像我以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怎么存我的 Git 专案？我在 Dropbox 上面我就开一个资料夹，然后把它初始化，那我在我电脑里面的那个资料夹我就工作编辑，然后把它 push 到上面这个 Dropbox 资料夹，它就同步了。那接下来我只要把这个资料夹分享给我同学，那他就可以控这个东西，那我们东西可以共享。所以 Git 它的伺服器原理其实非常简单的。那 GitHub 它为了做这件事情，那它做什么？它提供我们一些很方便的网页的界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是 fork 啊这些概念，其实是在 GitHub 上才会有的。然后还有就是像 issue 啊，然后 pull request 啊这些东西，就是它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是为了什么？为了是让你方便一个专案。例如说我没有 issue 的话，那我可能会在公司拿一个白板，然后贴很多小便条纸嘛。那如果这个东西它数位化，那其实就会更方便。所以 GitHub 它做的东西，它是做一个云端服务，它提供就是什么，帮你把管理程式跟管理程式的专案这些东西打包在一起，然后一起做这个东西。好，所以讲到 Git 的话，我们要讲到第一个概念就是 commit。 那 commit 这个概念其实 commit 这个字翻成中文的话，其实它是什么？它就是认可。那认可是什么？就是我们传统我们在做档案编辑的时候，我可能打开一个文件，我修改一些东西，然后我存档。那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存档，但其实对 Git 来说，这东西还不算存档。为什么？因为我做了修改，但是我还没有认可它。所以我们 commit 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一些修改全部加在一起，我确认了，就是这一次这个修改就是一个版本。所以你会在一些例如说软体开发专案上，或者人家在介绍 Git 的时候，他给你讲个概念，他讲什么？他讲是说，例如说我现在在开发一个购物车网站，那我可能会员这个功能，他会叫你说尽可能在一个
branch 上。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branch， 那他跟说建阳在一个 branch 上统一的去修改这个功能。所以 Git 还有他，我们在使用 Git 的时候，其实有个概念就是说，我做同样类型的修改，例如说，一个每一个功能会购物车系统上可能有金流、有会员，然后可能会有展示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尽可能都在同个地方做。那我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哦，再统一的合并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是 commit。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什么？那就是 stage。那这东西其实什么？在 Git 里面，其实它就是大概就基本上有三个状态，一个是还没处理的状态，然后一个是已经在处理中的状态，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被 commit 被认可的状态。那 stage 其实它就是处于就是你正在处理中的状态。那所以你新增的档案，或是你刚编辑完档案，其实它会处于还没处理的状态。那我们把这个状态呢储存起来呢，它就变成一个叫 stage 的状态。所以 stage 其实它是一种暂存，就是我预定我要把这些东西一起 commit 起来，所以我会去选择说，我这次要 commit 哪些档案，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再一起做 commit 这个动作。OK，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大概是一个 Git 的基本概念。那因为这场活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就是了解说 Git 大概怎么使用，然后再就是学习说怎么运用 GitHub Desktop 这个工具。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讨论就是 GitHub Desktop 这个东西怎么操作。那其实后面的东西就是，我想我就是我示范一个动作，然后大家就 follow 这个动作，然后大家就练习，然后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练习方式去熟悉几个 Git 常用的操作动作这样子。OK， 好，所以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可以开始使用 Git，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学会就是怎么开新的专案。那下载专案其实跟开新的专案差别比起来，其实就是说下载专案这件事情是我在我电脑里面有一个专案，那下载专案其实是，例如说我在 GitHub 上面有一个专案，那我把它下载回来。那我们先做开新专案这件事情，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其实是上传，那我们可以下载的时候可以跟上传一起做。好，然后大家就可以先打开你们的那个，就是 GitHub Desktop。OK， 那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先抓了一个专案测试。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最新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是一个完全空白的界面，然后他可能会问你说你要不要下载一个专案这样子。那开新专案其实它有很多地方，就是如果大家平常已经习惯一些软件操作的话，可能就是它在最上面这条 bar 里面的话，它就有一个叫New Repository 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新增。然后下载的话，其实就是用 Chrome 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要把别人的资料抓回来。OK， 那 Local Repository 就是说，假设你电脑里面其实有一些，例如说，虽然说几率很低，但是肯定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就是他把他的 Git 资料夹做成一个压缩，然后传给你这样子。那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Add Local 这个方法。OK， 那我们在这边就直接去新增一个专案，那他其实会问你说，就是 local 位置这些。那其他下面这个选项呢，第一个就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用普通的 Git， 就是我们工程师的话，我们会下指令。那下指令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帮你做这个 readme 这个动作。那 GitHub 它其实就是刚刚说嘛，它是做服务，所以它要提供你比 Git 更好用的东西，所以它提供的一些预设的东西什么，例如说 readme 就是它可以先帮你针对你的专案写一个就是简单的那个说明书，然后你再去编辑这份说明书，告诉人家说，哎，我现在写这个专案是该怎么使用的。然后这边这个 ignore 呢，它里面会列了非常多，就是不同程式语言的。OK， 比如说像即使像下面这个 Unity 啊，它其实是游戏引擎专案。OK， 那它会列了非常多这种东西。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写程式或是在做游戏啊，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暂存的档案。那这些暂存档案其实是不应该被上传。例如说，我可能例如说用这个 Unity 好了，那它可能就是我在编辑游戏的时候，它会暂存一些游戏的资料，例如说它现在绘制一张画面，它可能把这个画面暂存起来，加快你之后的读取。那它把这个画面放在一个暂存资料夹，那你选择了这个 Git ignore， 你 default 选择这个 Unity 选项之后呢，它就帮你把这些暂存的东西自动的剔除掉，因为很明显就是我两台不同电脑，我暂存到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那我不应该跟其他人共享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在使用 Git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用了一些重复或同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应该把那些不应该加进去的东西把它排除掉。然后再就是，
因为我们要就是 GitHub 其实它的收费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不想把你的程式码公开的话，那你就必须付费给我，然后我帮你把你的专案隐藏起来，不让别人存取。但如果你是公开的话，那我就提供你就是免费的服务。那公开的方案的话，这其实就是讨论到就是 open source。那 open source 其实它有很多条款，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例如说我们签的合约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使用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里面我要用什么合约的方式告诉别人。所以就例如说，像是这个 GPL 这个条款，它就是说，你既然用了我的程式，那表示说你的程式也会希望是分享的。所以它的限制就是说，我用你的程式，那我就必须公开，我也必须把我修改部分或改良部分或引用的部分都一起公开，然后给其他人造福大众这样子。那其他这些条款的话，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再去查说，就是它上面的使用方式怎么样。那基本上 GitHub 它提供的第一个服务，就是在你开始新专案的时候，它先提供好所有就是你一个专案应该会必备的东西。所以例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例如说我可能想要写一个 Ruby 的专案，那我可能就先选好 Ruby， 那它就先帮你排除好那些 Ruby 在程式执行中比较容易或常见产生的那些暂存档案。然后我可能会选择说，我希望只用这个条款，那这个条款就是我开放大家商业使用，那我希望就是大家 OK 的话还是贡献回来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给他一个专案名称。那我们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去按一个 create 动作，那他就会直接产生好一个专案。所以其实他比我们在下指令的时候，你去学习说指令怎么下来说，当然是相对单纯。那当然就是说这东西其实以我们工程师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工程师希望手不要离开键盘。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常常使用滑鼠。OK。那这样的话，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现在做刚刚这个步骤。OK。好。那。还有人还没完成吗？还是说有疑问的 ？OK， 那我就往下喽。OK， 好，那我们开完一个新的专案之后，那我们就会看到现在这个画面。OK， 那第一个就是这里左边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点开的时候 ，OK， 它会列出就是你电脑里面现在有的专案，然后它这边写 other 是因为我没有把它上传到 GitHub， 所以它会说就是它不知道的专案。那像上面这个的话，它其实是我在我 GitHub 上一个专案，所以它会显示说我 GitHub 的账号这样子。OK， 然后后面这些 UI 像这个东西啊，就我们等一下后面再一起解释。然后左边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是显示编辑的区域，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解释。然后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可能是这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操作的话，你发现就是这个我的话会出现一个头像，可是你们很多人可能是没有头像。那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在做 Git commit 的时候呢，它其实会在上面留下一个签，类似签名的东西，那表示说，哦，我这次这一个编辑是我认可的，所以由谁去做这件事情，他会把它做一个记录。那一般来说，就是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操作的话，其实你身上是不会带有这些资讯，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设定这样子。然后一般来说，就是这些设定，像那个 GitHub Desktop 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在你的偏好设定里面会找到就是你的账号，然后它基本上是跟你账号是绑在一起的。那如果你连 GitHub 账号都没有的话，那它这边有一个叫 Git 选项，那里面就可以输入你的名字跟信箱。那这两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每次做 commit 的时候，你一定要留下你是谁，然后怎么联络到你。那在一些很大的专案的时候，就是有人可能发现说，我这有个 commit， 他觉得很奇怪，然后要找说到底是谁做这件事情的，那他就可以
去找到这个东西，找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有趣，就是像我们工程师，我们在指令里面，那 GitHub Desktop 不一定 support 这个功能，但它有可能在之后会 support。那它有一个叫做 blame 的功能，那这东西是什么？是抱怨，就是你现在发现有人写一段烂掉 code， 然后你就会下 git blame， 然后问说，哦，这次修改到底是谁干的？然后你就去找这一行，哦，就是这个人这样子。那通常这种时候，因为大家都还是同事，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抱怨同事啊。我们都是像我们五倍化其实还蛮常接手，就是客户他就是跑去就是说买了一个公司回来，发现他把工程都之前，然后他自己没办法维护，他就找我们。然后找我们之后，我们就打开就说，哇塞，这件工程到底写了什么事情？怎么会写成这样子 ？OK， 那这是这个有趣的功能。所以 Git 你在使用 Git 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定要留名的，就是如果你乱搞，一定会被发现。所以请大家使用这个时候，就是这都有证据的。OK， 那要说的话，因为 Git 的那个形式啊，就是例如说我们看哦，就是就我们看这个 A、这蛮糟，因为 GitHub 的这个 Desktop 它显示不出一张图。我们去网站上看好了，我看一下刚刚的 ，OK， 我们可以，例如说，我们去 GitHub 的这个网站上找刚刚我那个在电脑里面这个专案。OK， 好，我们找到这个专案的时候，就是一般来说，它在这个 Inside 里面有一个叫 Network 功能，但其实它这个功能常常到处藏，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找不到它。但 anyway，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你会看它一个一个点，然后每一个点都是 commit， 然后但我先跟大家强调，这个东西不是区块链。对，那这东西就是它其实概念上跟区块链很像，就是区块链就是后面一个接前面一个嘛。那这个东西也是，就是你每一次做编辑都会有一个记录，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这是谁做编辑，然后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你把它点开的话，其实就可以查询，就是他这次编辑做了什么修改，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OK， 那例如说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像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叫 branch 的概念的话，你在这种网站上就会看到，嘿，就是我改到了这个版本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他从这边 fork 出来，产生一个他自己的版本。那如果你是做 branch 的话，就会是在这个人的下面自己长出来。那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介绍这个东西。Okay， 但 anyway 就是记得，就是使用 git 都是会被有记录的， okay， 就是它会有留存证，所以大家就是不要那个乱改东西在上面，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讲第二个东西，就是 okay， 第二个东西就是刚刚讲的 commit， 我们来先学怎么 commit 东西上去。OK， 好，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专案嘛？那像我电脑里面有装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那你电脑可能没有编辑器，可能或是怎样，没关系，你就例如说拿什么记事本啊这些都好，都没关系。那这边有一个叫做，像我是用 Make， 它就是说 Show in Finder， 那我在 Finder 里面呢，我就打开这个资料夹。OK， 我刚刚有选 License， 所以它这边，它就是刚刚说那个 Apache 的 License， 那它就会有一个 Template。其实这个 License， 我就有印象啊，这里面其实应该是它会有留一个，就是说这个名字的栏位，有些 License 里面会有，然后你其实要记得把它改成你自己的名字啊。像这边就有这个 Copyright 嘛，这个东西其实要留你自己的栏位。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当范例好了。OK， 那我们可以用任何的编辑器打开它，例如说就是我们可以用最传统、最原始的这个记事本，我们要打开它，然后我们去改这个 copyright。啊，例如说今年是2019年嘛，然后我再输我名字。像这样子。OK， 那我去输我的名字啊，然后输现在年份，然后这边他会说已编辑嘛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边你会发现，哎，完全没有反应，为什么？刚刚有说嘛，它有三个状态，一个是还没处理中，然后一个是就是正在处理中，然后一个是已经处理被暂存，然后最后一个是 commit。那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正在处理，所以实质上来说，大部分情况下来说，就是对 Git 来说，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编辑它，你没有存档。所以他根本就还不知道说他有改变，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存档。
OK， 那他就说，欸，已经没有编辑了。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东西哦 ，Git 它就 GitHub 像这个 GitHub Desktop， 他就跟你讲，就是 OK， 其实它两个状态，一个是我把它勾掉，就是在 GitHub Desktop 里面 ，Stage 跟 Unstage 就是 Stage 状态跟不是 Stage 状态的差别，其实在哪？它差别只是在你有没有打勾而已。那如果你是用一些，比如说下指令的方式的话，你是很明显会看到说这个东西是，比如说没有被 tracking， 就没有被追踪的。那没有被追踪，通常是新档案。那有被追踪的话，它通常就是会在一个暂存区里面。那我们要 commit 的话，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 review，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些编辑是不是预期中的？比如说像我现在预期就是我把这个 copyright 改成我的名字了，然后接下来我确定这个档案要加入这个 commit， 所以你会发现。当我完全没有任何档案的时候，我是不能 commit 的。那我现在确定了，我要增加这个档案，然后我去把它 commit 进去。OK， 那它这边其实，在 GitHub Desktop 里面这边应该会有三种符号。这种原点就是编辑的，然后如果是加的话就是新增，然后减的话就是删除。OK， 那 anyway 就是我们就会先勾选说，哦，我这一次修改了哪些档案。那这东西从这个 UI 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可以多选的，所以。一次 commit 不只限于一个档案，我可以把一些相关的编辑一起修改。那常见是什么？比如说我网站上有个用词，它比如说可能原本是VIP 会员，那我可能要把它改成白金会员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会同时改好几个档案里面的 VIP 会员这个字，那它就会是多个档案的。那以编辑的情况来说，它的确它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同一个 commit 里面去做。那commit 跟 commit 之间的区分，其实大致上就讲，就是我每次 commit 尽可能都是做类似的事情，或是相关的事情。这样子，你之后去找或是做修改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就是说像 undo 就是 reverse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方便。因为如果你混着改的话，你就很难去控制说你每次还原回来的时候的那个修改数量。OK， 好，所以做 commit 之前，像这边就是 GitHub Desktop， 它帮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帮你写一个预设的，像这边因为我改了 license 这个档案，他就很贴心，他先帮我写叫 update license。那这个东西其实国外有建议，就是50个字。那你想打中文或打英文都没关系。那在很多软体的专案上合作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喜欢打英文，为什么？因为我放在 GitHub 上，我放在 GitHub 上的时候会有很多外国人。那如果写中文的话，他就看不懂了。那虽然说我最常看到写中文的专案都是中国专案，对。OK， 但那不是很重要，就是可以的话，就是我们是对外的专案，就写英文。那对内的话，我觉得其实内部专案的话，我觉得写中文是一件 OK 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的同事可能不想看英文，或是你的英文同事看不懂，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对外的话，我们就尽量写英文这样子。OK， 那像这边的话，因为他已经预设帮我写好，那如果有不同情况，就是例如说你这边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把 VIP 会员改成白金会员这件事情，那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很简单就写说修改文字使用，然后 VIP 会员改成白金会员，那这样就会在一个字数内。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发现你写的这个说明超过那个建议的字数，你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你这个 commit 根本改了太多东西，所以你没办法用简单的方式描述说我改了什么。那当然有些情况是不得已的，例如说。你现在这个东西其实是集合了你全部的队友，可能你有十个队友，他每个人都改了十个档案，然后你把它合成变成100个档案，然后你这东西完全没办法描述它发生什么事情，但你必须做。那它下面还有留一个完整的叫做描述，就 description 的东西，你可以在这边很详细的写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统合的档案，那其实它的操作其实在别的 branch 或是 commit 上都已经整理完了，那这个东西只是做一个统合，然后之后再统一做某件事情。那这种东西比较常见在什么？比如说我们做网站系统，我们要上版 1.0、2.0 的时候，我是 2.0 是大改版，我需要做一个先做一个统合。那我很有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一个统合的动作，然后等 1.0 的东西都确定清完了 ，2.0 可以上版，我才会把这个东西加到正在上线的那个版本上。OK， 好，那完成之后，其实我们直接按 commit， 然后你就发现这里的档案就被清空。OK， 那清空完之后，其实是表示说我们。commit 成功，那 commit 成功之后，我在这个 history 里面会看到这个东西是那个就是 GitHub Desktop 一开始 default 帮我们加的。那像我刚刚有选 git ignore， 所以像这个 Ruby 档案里面的 default ignore 里面就是像这个 coverage 啊，就是说我们在 Ruby 里面我们会写测试，然后这个测试它有一个报告，那这是报告是要加，就是
我每次测试完修改完成是我测试完的报告，其实不需要共享给别人嘛，所以他就把它放在这。OK， 然后这个 license 的话就是刚刚加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history 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叫做 initial commit 的东西，就是它是我们这个专案里面的第一个 commit， 我们就发现这个 copyright 是在原始的状态。那接下来我第二次我改了这个叫做 license 档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这边会标记说我把原本这一行的这个就是假资料换成了一个真实的资料，那就会做出一个记录。那当我们有 commit 之后，其实就会发现下面就可以多出一个 undo 的动作，那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个动作。好，那一样就是再给大家一些时间做一下操作。还有人还没完成吗？那我们就再继续咯。OK， 好，那我们既然已经学会就是新增东西到这个 Git 的 repository 里面，那我们也知道怎么 commit 了，就比方说我们可以上传。OK， 那因为我们使用的这个是 GitHub 的 desktop， 所以很明显就是我上传位置通常都是 GitHub， 所以像我已经连结过，就是刚刚有给大家看。就是我已经连接过 GitHub 账号了，所以它这边应该是会有一个 publish， 那这东西其实是因为你还没上传过，所以它显示成 publish。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按下这个 publish， 然后它这边就问你说你要上传到 GitHub 是公开的，还是说你例如说你公司有买企业版，那可能会有企业版账号，那我就先丢到这个公开的账号。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例如说像我有自己公司的组织啊或什么，那你可能会想希望是说这是 for 某个 team， 例如说可能像 GDB 好，你之后想要贡献 GDB 的一些 open data 专案，你可能想办法编辑资料，那你可能就会去加入这个组织然后去编辑。那当然其实大部分时候应该会是用 fork 然后做 PR 的方式做这件事情。好，那 anyway 就是我现在就是先确认好，就是我这个产生的这个专案都是我预期内的设定值，然后我就按 publish。那接下来它会自动再帮我在那个 GitHub 上去新增这个专案，那我们稍微等它一下。OK， 好，那跑完的时候就是它有些提示可能就消失。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的账号下面会多出一个新的 repository。有吗？GitHub 帮我传去哪里了？好可怕哦！啊，它显示在我的账号下，但是我找不到它。好吧，是工程师有一个梗，就是你在演讲的时候不要现场示范东西，因为通常会坏掉。OK， 那我们等他一下吧，可能，欸，真的不见
们手动输入看看。找不到。对，所以他这个软体骗我。诶、欸。这样就冒出来。好，反正 anyway 就是他冒出来了。OK， 那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刚刚那个档案就被加上去嘛。OK， 然后像这个 license 档案就是在 GitHub 上它已经会写很清楚，就是你在 GitHub 上选择一些专案使用的时候，其实要记得来看这个东西，就是它这边会标说哦，这个选择是一个 Apache 2.0 的 license， 然后这 license 上面有一些就是授权，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东西不能用，就是你能做什么，你能不能做什么。那我们在 inside 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 network。哎、欸，哦，我知道他为什么他没有出现了，因为看到这一个标一个 private， 所以 GitHub 它 default 帮我认定说这个东西是那个 private 的专案，那这件事情我们就直接把它设成 public， 这个 make public， 然后它通常会要你写那个专案名称确认。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无痕模式找到这个消失的专案。OK， 好，那这个东西就是 push， 就是它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动作。那我们再来看，现在我们会看到这边这个就是它显示就是那个 fetch 这个东西嘛，就是说，因为我们传到网络上了，就表示说什么有其他人也可以上传东西，所以我可能会希望说，我想要了解说有没有其他上传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做这个 fetch 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通常像是他现在这边，我们现在使用这个 branch，OK，、okay, 他这个 current branch， 他是说这是一个 master branch， 就是主 branch。那通常我们在做合作的时候，我们会讲好，就是这条 branch 只能用，比如说刚刚说 pull request 的方式，就是把它丢上去之后呢，要有一个人看过确认之后才给加进去。那我每次在做修改的时候呢，我也会先去下载这上面做的最新的更新。然后再更新到我现在在工作的地方，工作那条 branch 上，然后再去做。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为了确保说，就是大家第一个就是大家东西都是最新的，然后再就是不会互相污染。就例如说，我全部人都用同条 branch 去修改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混乱。就可能今天我改掉你的东西，明天他只看到他觉得说不对啊，不是这样子，他就把它改掉。然后接下来就是互相一直改，然后互相一直卡住。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把它切开，大家都用各自的 branch 去工作，然后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后面会再介绍就是怎么使用 branch 这件事情。OK， 那一样就是给大家一点时间感受一下那个上传上去的感觉。你先登出之后再登录看看。那个 branch 等一下才会讲。
对，我还没开始讲论坛。为什么要找这个？应该有可能是。但是你刚刚教的那个，我的小组的但是你刚刚在我这是在跟我的小组的接触。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但你的专利没有侦测到，所以他就再重新再。这种东西挺难买的。对，就是把电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四百平，然后登出登尾那种。好，那大家看起来应该都差不多了吧？OK 吗？好，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一个步骤。OK， 好，那我们既然学会了就是增加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改错，然后就我可能这个commit啊，就刚刚改错，就是我发现我不小心把我的真名打上去，我不想泄露个资，好，那我要怎么办呢？那这东西就是这个叫 revert， 就是取消这个动作。那在那个，就我们在那个就是。GitHub 在 Desktop 上其实就是可以做一个 undo 的这个动作，但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把它 push 上去之后，它就不能 undo 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我这一份东西公开在网络上，我公开在网上之后，如果我把它 undo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我们可以看这个叫 commits。OK， 那 Git 它是怎么去分辨说就是每一个 commits 是不同的？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像乱码的东西，那这东西其实是 Git 把你这次修改的资讯，它透过一种演算法，然后去计算出一个类似编号的东西，所以这它会产生一串很长的编号。那我现在如果我做了一个 undo 的话，这个编号是会改变的，所以这就表示什么？我现在如果已经上传到网络上，然后我在我电脑面 undo， 我去修改一些东西，然后再上传上去，那别人下载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两个东西变成不一样，那它就会发生一些问题。OK， 那这个东西是第一个问题。那当然就是我们有些方法可以绕过它，但是因为 GitHub Desktop 这个东西它主要是设计给就是比较不熟使用指令啊，或是对 Git 是一些比较新手人使用的，所以它干脆的就是把这东西先把它藏起来。那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它，但是现阶段就是它不让我们做，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做一次修改。OK， 好，那我这个档案呢，我可能我现在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面，我在改它的时候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打了一堆奇怪的名字在上面。OK， 然后我打了之后呢，我又把它 commit 了。OK， 那我都 commit 完之后呢，是回到我们刚刚状态嘛，就是我做出了一个 commit， 可是上面东西是错的，我希望把它改成对的。那在这个 change 这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 undo 的选项，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revert。OK，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做过 push， 那在做 push 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刚刚改这个东西了，它这边会显示你可以 push， 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跟伺服器上的版本是不一样的，而且不一样有多少个呢？有一个不一样，那这就是一个 commit 的差异。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一天我就回来看，我上传之前我就发现啊，我这东西改错，所以我可以回到这里，我按一下 undo， OK， 好，你就发现。我的 commit 就减少了一个，然后这边他就把刚刚那些资讯先把它回填回来。OK，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件东西，就是刚刚有说嘛，每一个 commit 都会有个不同编号。好，我们这东西编号我们只要记头，先记头尾就好。这是 6B 跟11嘛，对不对？它头跟尾是 6B 跟11，所以我现在按 undo， 然后我在 commit 的时候，
即使是同样档案，这个开头跟结尾，刚刚是6 B 跟11，现在它就变成72跟 EF， 所以它每次都会改变。所以我已经上传的东西，我之所以为什么不能去 undo 它，就是因为它一旦改变了，其他人的 git 就分辨不出来这是同一个东西，那它很有可能就把你当作是不同的东西，或是中间被篡改。好 ，OK， 再次强调，这个不是区块链，因为你会觉得它很像区块链，那它不是区块链。OK， 对，尤其是最近区块链好像又飙涨，那个比特币嘛，对，但是大家不要期待，这东西不是区块链，它不会涨。OK， 那例如说，我希望我在上面 license 显示的其实是我的昵称，好，那这东西其实它有点类似合约的东西啊，所以我自己在写这个时候，大部分时候其实还是会写就是真名这样子。OK， 好，假设我现在希望把它改成昵称，然后这边的编辑也都 OK 了。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我这边这个 command 里面这个 command 我还是写说 update license 的话，其实后面人他就会觉得说什么鬼，你为什么每个 command 都是写 update license？ 那他怎么会知道说这前面这人在干什么？所以这种时候很明显就是，例如说我这边会讲说就会写说把它写成就是说我去改了我的名字。OK， 这是好习惯，就是你写 commit 的时候要好好想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比如说像这边的话，就是我去把 license 的作者名称改掉，然后我都确定我这些事情都做好了。OK， 像刚刚我们 undo 之后，这个上面右上角这个 push 它就会变回来，所以我再把它 commit 到我的 master 里面。好，那这边他就讲说，哦，你现在你的电脑里面没有任何修改，然后你有一个 commit 可以上传。OK， 所以当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我就是一样就是在那个上传。然后你这东西就会再次传到网络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专案里面就会看到，就是我刚刚的这个 commit 就在这，所以你可以很快就马上就快速看到说，到底是最后是 commit 要修改哪里，然后在多久之前有被修改过。然后一样就给大家一些时间去练习一下这个 revert 动作。修改之后，对不对？然后大家在练习 undo 的时候，我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小东西，就是我们在工程师在写程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用指令。那有个指令，它叫做 AND。那这东西其实是把档案加进来，然后要给它留言，然后就再修改原本东西。因为像我们刚刚要先按 undo， 然后改完之后再按 commit 嘛，这东西其实是好几个步骤。那我们在做工程师的时候，我们下指令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结合的指令，它其实会一次把刚刚那些东西都一起做完，这样。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东西就是新手向软体，所以它会把一些让你乱搞的东西隐藏起来，以免你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OK， 对，就是在 Git 里面，就是它的专有名词应该是叫 revert， 可是其实你在这些编辑器上，它可能都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 redo 的undo 的动作。对，因为你在按右键的时候，你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按 revert 嘛。OK， 然后像这边的话，就是它应该是没办法让 revert， 因为刚刚上传。然后
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把，等一下，好像是因为，应该这样说，就是undo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往回退一步，然后 revert 它可以做一个指定的动作，就是我指定回到哪一步。所以像我刚刚对这个东西按了一个 revert 嘛，那它这边按了 revert 之后，它跳这个 error 其实是这样子，它其实是说，就是我要跳回这一步，可是我发现你的这个档案的这个编辑的这个步骤，就是我没办法直接自动的帮你做完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看一下，好吧，这编辑器比较老旧，所以它是不会出来这件事情。我们重新打开的话，但如果你是用什么 Visual Studio Code 的话，应该是会看到，就是这边会自动更新，因为这个是普通编辑器，它会自动更新。OK， 那这件事情的点就在哪里？这件事情的点其实在于说，你要去选择，就是这边 head 就是说，你现在最新的版本是这样，然后下面是你希望就是 revert 到那个版本。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就可以这样子，就是我去选择，我实际上我要 revert 之后，我期望的最终状态是这样子。我去调整这个结果，然后去存档，然后这边的时候它就直接变成一个打勾勾状态，然后你就可以再把它 commit 进去。该不会是我刚刚乱按东西，它就坏掉了 ？OK， 它不见了。好，因为我最后期望状态是这个，我直接把它改到这个状态，所以它判定说就是你不需要就是去改。那我们当然可以再做一次嘛，就是我想要 revert 到这个，然后接下来它就会跳出来，就说这是有差别的。那我们重新去打开它去编辑。OK， 我们去把这个东西就是说改成。我希望其实不是最新的这个版本，我希望是改成这个状态。然后我去存档的时候，它这边它就会再次显示那个差异，然后我就可以去做一个 commit。那 revert 的差别就是在说，因为我这已经是在产生一个差异了，所以它实际上会做什么？它实际上会再产生一个新的 commit 的，去标记说这是一个被 revert 之后的状态。那基本上 revert 跟 undo 的话。这样的话，我刚刚其实应该是稍微讲说，因为其实你在做 revert 这件事情，大部分时候应该会在 GitHub 的 UI 上，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专案可能新增了一个会员功能，可是会员功能有问题，我要先把它取消，所以我会选择 revert， 把它从现在这个专案剔除。那 GitHub 这些东西，他们通常会帮你做的是一个把刚刚那些操作过的编辑记录，用反过来的操作，就是新增的它就删除，然后删除它就新增，要把它反过来全部做完编。那如果是 undo 的话，通常我们就是在 local 就是做一个取消。那这东西我们其实下的指令是 reset， 就是重设它的状态，把它回到前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像我这边，我不希望有编辑这个。然后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叫 discard change， 就是放弃这次的编辑。那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发现编辑完之后，这东西其实不是你要编辑的，那你就可以做这个 discard 这种动作。那它会跟你 confirm， 然后我就取消。那它就会回到就是我最后一次操作的那个状态。那刚刚那个 discard 的话，其实它就是处于 stage 的状态，然后我去取消这个东西，让它回到就是被操作之前。那 git 因为它可以帮你保存很多种状态，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做的。然后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git ignore 这个东西。那第一个就是。这边的话，其实你在它这个画面上应该都是看不到那个 ignore 档案。然后再就是像我们在 Mac 啊，或是 Windows， 因为他们会设定成它是一个隐藏档案 ，Windows 应该是可以看到。但是因为像 Mac 或 Linux， 因为它预设是档案是点开头的，它会把它隐藏起来，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没办法在这边就是看到那个档案。然后我记得用 GUI 的方式，应该是 always 就是找不到那个档案。那这 ignore 的 case 是什么呢？例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档案，你说 Ctrl Shift 吗？OK， 好，刚刚就是有人提供了看到的方法。OK，
好，但 anyway 就是假设，例如说我现在增加了一个叫做TEST 的档案好了。OK， 那我们增加一个 TST 这个档案啊，我们在这边编辑嘛，但我们发现说这 TTest 档案是我用来测试一些东西的，我其实不希望它共享。所以前面有提到，就是假设我不希望共享的时候，就要把它排除掉。那排除掉之后，在这边直接点右键，然后新增到这个 ignore 里面。那这边它就会出现说，欸，你的 git ignore 已经被编辑了，然后编辑的项目是增加了一个叫 test 档案。OK， 那我现在把它 commit 之后呢，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不管怎么去编辑这个 test 档案，比如说把它整个清空，我把它整个清空，那这里它就不会有反应了。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排除很多，例如说暂存档案，例如说你可能跑一个软体，这个软体它会生成一些暂时性的档案，那像这些档案呢，它都会被清空。那像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例如说，这东西有趣的话，例如说，我找一下好了。OK， 好，这个东西，例如说，像这边有一颗我头像的图档，好了。那刚刚有说嘛，会有一些隐藏档案，所以像我把这个图档啊，我把这个图档复制过来好了。那有时候呢，在苹果啊，就是开这些资料夹的时候，它可能会多一个叫点 dsstore 的档案。然后这个档案呢，其实，在 Windows 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叫做 sumber.dll 吧。然后有这些档案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希望它被排除的。那我这边现在它没有出现的话，应该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就是 git ignore default 应该会加，就是 GitHub 提供的，通常会帮你放好。诶，它没有放。好吧，因为那个档案它产生的条件其实还蛮不明确的。我只记得我好像在准备简报的时候，我操作一下之后，它还是冒出来。OK， 那它既然没有冒出来，就这样，就先不要理它好了。然后 discount， 然后这个东西就在里面消失。OK， 那这个东西是 git ignore， 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就对这个东西，比如说使用上有什么疑问之类的？ Okay，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再继续往下一个操作这样子。那今天的话，主要就是介绍一些常用操作。好，所以刚刚有人，就是已经先问到就是 branch 是什么，那因为前面也已经提过很多次嘛， branch 是什么东西。那 branch 呢，就是其实它是在我们一个专案里面，那很明显就是我现在只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操作的 branch 上，我做一个操作。那很明显就是我会发现说，例如说我现在在编辑 A， 然后有一天我改，那我突然临时想要编辑另外一个东西，可是它这跟我现在改的东西是没有相关的。那我要怎么办呢？那就是做 branch。那 branch 是什么？我们在刚刚说嘛，就是我们去看这些 GitHub 的专案。咦，这是网路变慢吗？就是 GitHub 一定会选在Demo 的时候一定会出事，好吧？我不确定大家前面还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刚刚有看一个专案，就是它会有这样子长出来之后再接回去的嘛。那长出来的那一条其实它就是 branch。那为什么它叫 branch？ 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树枝展开来的感觉，它就是 branch。那这个，不对，不是这个，又要重新点一次。对吧？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branch。那这种接回来呢，接回来这个点，就是它就是这一条 branch 被这条 branch merge。那通常我们都会 merge 回叫 master， 就是主 branch。那我们在软体开发的时候，我们会习惯就是像 master branch， 我们通常会锁住，就是谁都不准上传到这里，就是你要 push 的时候是不能 push 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如果你 push 到这上面啊，那现在就是你上传东西，它可能就是说我程式就自动跑，然后它就上传到服务器上，那就被别人使用。
所以我们在做之前呢，我们通常就会有一个叫 pull request 的过程。OK， 那就是说有人觉得说，哎、欸，有一段 code 它需要修改，那它会发出一个叫 pull request 的东西。那这东西的话，我就去看说，哎、欸，那你现在这个修改哪里有什么问题，然后需要怎么调整？那其实 pull request 其实它我按接受的这个动作，其实它也是 merge。OK， 所以我去在别人专案上就是按这个 fork 啊或什么有的没的，其实它其实也是开 branch 的一种概念。但刚刚有提到就是 GitHub 它做的是一个服务，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我对专案来说，就是我需要一个比较资深的工程师去检查说这些 code 是不是 OK 的，或者说你们团队喜欢是互相检查，帮忙检查说写程式上逻辑啊或是使用上有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需要这种工具。那 GitHub 它其实它主要在做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它整合就是它以 Git 这个版本管理软体去整合出这些专案管理上的工具，然后做成一个服务这样子。OK， 所以例如说可以开 issue 之类的。OK， 好，那这两个东西就是 ，OK， 那这两个东西就是 branch 跟 merge 就会通常就一起看，所以在 GitHub Desktop 这边其实它使用上也是很好懂的，就是我直接在这边选择说我要去 new 一个 branch。OK， 那例如说。我可能会希望说，我新增一个叫 readme 的 branch。啊，我产生一个 readme branch 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打勾，它其实是表示说，我已经从这个 method 就是他说的 default branch 切换到了我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个叫 readme 这个 branch 上。那我到了这个 branch 上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我要新增一个叫 readme 档案，好了。OK， 我新增一个叫 readme 档案，然后在里面写一些东西。OK， 然后像刚刚那些 commit 啊这些都会动，所以刚有提到嘛，就是如果是新增档案的话，它第一次显示的时候，它右边这个图案是加号，然后这边它也会自动帮你写作就是 create readme 哈。OK， 那我总之 anyway 就是我把它都做完这些事情了，那。我们在看 history 的时候，就是这是我们到刚刚讲的最后一次做的操作嘛，就是加了一个 gigalino， 然后这是我现在最后一次操作。OK，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把它切回这个 master branch， 你就会发现我刚刚那个操作消失了，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操作分支开来，就是切割开来，我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做不同编辑。所以，例如说我的一个专案里面，我可能同时会编辑两三个不同画面，那这不同画面它是独立的，那我其实不应该放在同一个 branch 里面编辑嘛，我可以把它切割成 A 画面的 branch、 B 画面的 branch， 然后单独做跟那个东西有关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它在这个使用上它一个理念，或者说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什么，我每一条 branch 都只做一个相关的事情，然后每一个 commit 都只做相关的档案的处理。那这样子的话，你之后在undo 或是做 reverse 这些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很好的去选取到什么，选取到你需要改回去的那个状态。因为我们做版本管理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如果我现在做了一个失误的操作，或是这个东西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马上回到某一个版本。那以网站来说，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上线的这个版本出了严重的问题，我没办法马上修复，那我可以去选取某个版本恢复。那这个版本假设它里面混了一些就是还没要释出的东西的话，我就很难去控制它。所以我们去切 branch 或去切 commit， 把这些东西做干净的一个点，就是说希望在尽可能状况下，我每次做一个还原的动作之后，都可以选到一个干净的状况。再来就是我可以很好去追踪说每一次的修改或什么。那例如说我上了这个版本，那中间有发生什么问题，那我也很好从中间的 commit 去追踪说，欸，其实是从哪里改到哪里的时候发生了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通常会透过版本管理就是这样做，就是说我改了10个 commit， 然后中间在最后一个 commit 发生问题了，那我找不到这中间10个 commit 哪里出错，那我可以一个一个 commit 退回去，跳到那个 commit 的状态下，然后去检查说当下这段 code 这段程式或者这个功能执行是不是正常的。那 branch 的话就是这样的东西。那像这个情况好，我把这个 readme 我把它 push 上去。那我们到
GitHub 上去看，你会发现那个 network 它就会产生一个改变。我们 network 就产生改变，就是 master 这条 branch， OK， 就是这条是主 branch， 它有个标格是 master， 那它就涨了三个，因为我们刚刚做了三次操作，然后第四次那个 ignore 我没有上传，然后这个 readme 这个操作呢，这边有一个就是更新 license 的操作，然后这边有一个产生 readme 的操作，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 merge。那 merge 有几种方式，那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专案管理角度的话，其实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在这边，就是这个 GitHub 上我去开一个 pull request， OK，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简单看一下 GitHub 上的 pull request 的操作啊，循环 OK， 那 GitHub 上面这操作就是这个东西要看一个箭头，就是他这边是说把这条 branch 合并到这条 branch 上， OK， 好，那这边他就列出档案的修改，然后看一下，等一下，为什么 GitHub 有修改却不给 create pull request？ 哎，哦，刚刚按错地方，好，那再做一次， OK， 咦？不然我们先等一下再回来看这个 pull request 好，因为它疑似不给产生 pull request， 好像要 fork 才可以吧。好，那我们先回来看在本地端操作的 pull request 好，在本地端操作的 merge 好，第一个就是我在这选 branch 这边，它下面有一个叫做 choose branch to merge 这个选项，那我就可以选择一个叫 readme 的 branch，然后我跟他讲说我要把它 merge 起来， OK， 然后这边 merge success 之后，我再把它上传， OK， 好，那上传之后我们再到 GitHub 这个 network 看，你就会发现像这种情况，像刚刚我那个会有长出来的嘛，那个是因为你在做就是。你那个主要是因为就是你在做 git 的用指令下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些选择，那你可以选择保留的记录。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它中间有绕过一个东西，那它才会这样子。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它刚好就是完全就是连接着。那这个是最单纯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就是比较复杂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我在这个 master branch 上，我先做一些操作好了。OK， 好，现在这已经有一个操作。我们 master branch 上同一编辑 license 好了。OK， 那假设就是说我现在想换一个别的 license，OK，、okay, 我把 license 改了，然后我这边也 commit 了 ，OK，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把，哦对，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它这个 UI， 因为我们刚刚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按右键嘛，然后可以选择一些操作，但是。你就会发现，我想要删掉这条 branch 的时候，我不能按右键。那他选择是其实在这个叫做 branch 这边，然后一个 delete。他问你说你要不要 delete 现在这条 branch？ 然后你刚刚讲说，是我要 delete 掉这条 branch。OK。然后档案在跳，是因为 OK。好，那我现在产生一个新 branch， 那我再重新再生成一个 branch， 那。比较好做法就是我每一条 branch 操作完之后，我应该先把它，应该说我每一个功能都应该是先做一个简单的隔离，就是每次不要用同一个 branch， 这样子会做起来比较干净。那当然有时候会偷懒制作，但通常不建议啦。OK， 那我这边，比如说我再加了一个叫 readme2 的 branch 好，然后我刚刚是更新的，我刚刚修改的那个 branch 啊是修改那个。license， 那我这一次修改的，我就修改这个 readme。那我修改 readme 之后呢，一样就是它可以 commit 嘛 ，OK。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样就是把这条 branch 跟那个 method 我把它 push 上去。我们都 push 上去之后呢，其实就会发现这张图它有产生的改变。刚刚说完它会长出分支，然后对 license 哦，等一下，刚刚做错一个步骤，因为我们刚刚是先更新 master branch， 然后再更新那个 remit branch， 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它就很自然这样接下来，所以我把它 merge 回去的时候，它就像刚刚拉成一条线。那我们现在想要造成就是它是。没，它会出现一个缓刑，就是告诉你说，就是这个东西是另外合并回去的。所以其实通常这种情况是什么？因为我们做工作一定会有时间差，就例如说我最新版本可能是1月1号做的，然后接下来我可能在1月1号的时候做一个 branch 出来要开工作，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也在1月1号的时候同时做了一个工作，可他在1月2号就提交他的修改了，然后他就合回到这个 master branch。那接下来我到1月3号完成工作的时候，我就要再合并回去嘛。那 master branch 是不是中间就会多了我在1月1号做的那个不存在的操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样在这个 master branch 上，我们再做一些修改。我们去故意制造成这个状况。好，假设现在有一个人他做完一些事情，然后也加到了这个 master branch。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 master branch 跟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remit to 这个 branch， 它出现了平行前进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做一个 merge。那刚刚 pull request 它就是 GitHub 不给我们 pull request， 有可能是因为它认为就是这种情况下不需要 pull request， 还是不给？它是自己？哦，最后我没有登录。OK。因为想说 demo 用无痕模式就没差 ，OK， 难怪按这么久，按半天不给用，啊，开错。好，这可以 pull request。那我们刚刚也看过，就是在本机操作，那我们这次就用这个 pull request 操作。那在 GitHub 就是他现在他改版很多之后，他第一个就是可以设定一个 reviewer。那因为我这个专案里面没有其他人，所以我不能选人。但不然，其实你是可以指定说，就是哦，我希望有谁来帮我检查这个专案。那通常 GitHub 会推荐你一些人，就是之前改过这些人。然后在这 assign 就是说，谁要负责这个东西 ？OK， 那我们可以 assign 一个人，然后可以上一些标签，例如说，我这是修 bug。那这东西其实就是看你当下所处的那个团队他们习惯是怎么样。然后 GitHub 因为刚好说嘛 ，GitHub 做的其实大部分都是什么？它其实是做在Git 这个版本的软体上面的一些软体专案的管理，所以他后来也增加了像是 project 这种东西，就是我这个东西可能是属于我这个团，应该是我这间公司下面的某个团队的某个专案，那可能就会有这种选项。OK， 然后 milestone 就可能就是说有没有目标，就是这个修改它其实是属于，例如说可能是一个月后要上市的一个产品的目标，第一阶段目标要上线，那可能就会选一个 milestone。那当然，就其实很多团队大部分都不太会用这个东西，因为实际上要说的话，就 GitHub 这方面其实没有做得很好。OK， 那我们先 create 个 pull request 出来。OK， 然后好了之后呢，就是像这个 case 啊，就是如果你有设定 reviewer 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说，我同意这个修改。但是他这边跟我讲说，就是你作者自己不能同意自己啊。OK， 好，那如果是其他人的话，你就可以去同意别人的修改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如果你是一个专案的 owner，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branch 里面啊做一些设定，比如说你可以增加一些规则，比如说我对 master branch 啊要求就是它必须是要 pull request， 而且一定要有一个人去 review 过才可以 merge， 我可以做这些限制。那这也其实也是后来的，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使用 git，它是不会存在这些功能。那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软体专案都会用 GitHub， 或是例如说 GitLab， 或是其他一些不同的服务商。比如说，可能你用 AWS 上面有它的 Git 的服务，但其实 AWS 或 Google 啊，他们这些就是云端服务商提供的就是比较单纯的那个程式码管理。因为对他们来说，云端服务就是
你上传一个软体要在它云端上跑，那一定要有一个上传软体的地方嘛，所以它会提供这个服务。可是对 GitHub 这些公司来说，它提供的是跟你的一些专案啊、维护这些整合在一起的服务，所以它提供的就会比较是跟专案相关，像刚刚这些 pull request 的操作。OK， 好，那我们到这边啊，就是我身为一个专案的 owner， 我就有权限说，他就说，哦，你这个过了检查。那如果你有设定什么必须要有一个 review 之类的话，这样下面就会多一个检查，就是说，review 人数有没有达到门槛？那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它会呈现灰色。OK， 那我说确定好之后，我就按 merge。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跳出一个这个东西，这其实它就是说，当你两个 branch 就是它有出现差异，然后必须要 merge 的时候，你必须描述说这一次的 merge 是做什么事情或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直接按下去了。OK， 好，那长出来之后，这边很贴心的提供你清理掉这个 branch。那这个就是看专案习惯，有些人就喜欢说把这些留着，但我自己很喜欢把它删掉，因为当你开了几百个或几千个 branch 之后，你就再也不知道你的 branch 在哪里了。OK， 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 inside。OK， 它就顺利的呈现出了这个绕出来一个环的状况。那这个状况会造成这个状况原因很明显，就是两个人同时也开始做，但有一个人已经先完成，他加入了这里，那另外一个人呢，他还在做，那所以这两个东西他不应该是接在一起嘛，因为他们两个起点都是这个，所以他会做出一个 branch 的形式，就是他会被绕开，然后最后就他们两个在这里又合并，所以他其实会需要一个 commit 在这边表示说这两个东西相加之后的结果是在这里。OK。那这时候我们就正好就可以回来看，就是这个东西我去按 fetch， 那它其实应该会下载出个新的东西，然后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新的讯息，就是 pull。 那 pull 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是一个 master branch 嘛，那网路上就是 GitHub 上有两个我电脑不存在的修改，所以我每次做操作之前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我要先 fetch 之后呢，我去 pull 把这些修改 ，OK， 就是修改把它下载下来。那这样子，我每次修改的时候才不会说，比如说你可能什么，你可能就是你在1月1号的时候，你下载专案，你 clone 专案，然后你就开始很开心的改，然后你 always 都是从1月1号开始改，那其实都已经过一年了，你都没有下载过更新，那其实人家程式码或是什么东西文件啊或什么都已经改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你 always 这样改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版本会跟别人越差越大，所以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通常就是 merge 这条主 branch， 每次做修改之前，就算你要开始做修改，要开始一个新的 branch 之前，一定要去 pull 把最新的东西下载回来，然后经常性按 fetch。但其实像这种软体，他们通常都会定期的帮你做一次 fetch。那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因为软体装也好，就是说像五倍很多客户都是做 startup， 他可能三个月要上线，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疯狂的上传东西，可能。慢的话，可能一天至少也会有五六个修改，然后快的话，一天可能有十几个修改。那你可能吃个饭、喝个水回来之后，别人就已经上传的东西要跑进去了。那如果你没有把它抓起来的话，你很容易就跟别人扣发生一些冲突。OK， 所以我想我们后面一个动作应该就是讨论冲突这件事情。就是假设我现在有两个人，我们都在改同一个档案，要以谁为主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制造出一个新的 branch。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readme3 的 branch， 那我现在就觉得说我的说明文件应该要怎样改，所以我去修改一个 readme。 OK， 好，假设我觉得我的 readme 要写456，好，先不管，先存。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修改完456是对的，所以我要把 commit 进去。好，那一样我就把它上传。然后接下来有另外一个他在另外一条 branch 上，他觉得说你 readme 怎么会是456呢？他觉得这 readme 应该叫是789。所以他觉得一不可能是123嘛，一定是789。他又改了一次，好，那这时候我们他又 commit， 然后他也上传，然后这时候其实会发生一些问题，对，
这个情况下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它有可能会被改掉。那我们又跑到美登录那个，那我们一样，我们先开 pull request 看一下 GitHub 的判断是怎么样，但应该就是 OK 好，他这边就跳红字嘛，他就说你没办法自动的解决这个东西。那通常他判断条件是什么？就是你通常是改同一行，因为刚刚是把一个把一二三改成四五六，一个把它改成七八九。那第二个他看的是 commit 的时间顺序。那很明显就是我先改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先那个就是后来又改了。那这个 commit 时间顺序刚好就是说，我改完之后我其实是比较旧版本，然后有一个比较新的版本。那我现在这个旧版到底要不要改掉这个新版？那当然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你遇到就是遇到，那也不太需要去纠结说就是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发生 conflict 这件事情，表示你通常跟别人改到同一个档案。那当然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就是 git 判断错。我真遇过，就是它整个档案其实根本就没有改，但只是可能就是说中间都有空白，然后就是说你整个档案都不一样，然后他就要求你把整个档案改掉，但是这有可能。因为它这东西就是程式判断，是程式自动去侦测、去判断说，你这个档案是不是有重复？好，那再来就是你在 GitHub 上的话，你它这边会有一个 resolve config， 然后它会出现这个东西上的编辑。那我们这边因为要学，主要是学那个 desktop 操作，所以我们来 desktop 做。OK， 那我现在在 Mercer 上面嘛，我决定要 merge 这个 readme 3这个 branch。OK。那他这边他就说这有个档案 config 了 ，OK， 好，你跟他讲说我还是想 merge， 那他这边就问你说就是 config 了，那你希望用什么东西编辑 ？OK， 好，然后我这边像我这边点 open 那个 in Visual Studio Code 嘛 ，OK， 他会跳出来，然后这是一个 readme 档案，然后通常啦就是你用这种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 就是比较好的编辑器的状况下，它会显示比较明显，像 Visual Studio Code 是超贴心，他就跟你讲说。就是你目前版本是 789， 可是你想要把它改成 456， 那你想把它改成什么？那这种时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然后上下两个选择。那有时候它会，因为它程式判断有时候很奇怪，所以它可能选出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但你不管，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工判断，就是你就是靠你自己。然后比如说想了很半天，觉得它既不是 789， 也不是。它既不是四五六，也不是七八九，我觉得是零零零。OK， 好，所以我最后给他的一个完全预期外的结论。OK， 那这边因为你把那个东西都改掉了，所以他就最后就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吗？然后就说好，我就把它 commit 下去。OK， 好，那然后我再把它上传。好，那我们在本地手动的解决 conflict 这件事情，你上面这个 pull request 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这个上面跑出来的这个 pull request。它会直接显示有 merge， 它会侦测到说你确实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 merge。所以我们通常啊，其实我们在做这种专案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用 GitHub 上面那个 UI 操作，因为还蛮容易就是你操作之后就发现你漏掉东西了。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习惯就是在本地端手动操作解决这个问题。那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我们会更希望其实是尽可能避免 conflict 这件事情。所以前面刚刚有提到就是。每次做修改之前都先尽量 pull merger 这件事情就可以很大的避免，因为你的版本就不会跟别人差太多，那就比较不容易去改到说跟别人一样的地方，除非刚好就是你们做的东西都是同一个地方。 OK，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去看那个 network， 就可以再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OK， 那通常它应该也是绕一个环，就是 GitHub 的定时类格 ，OK， 好，它通常就是再造一个环 ，OK， 好，那这个东西是 config， 然后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里面最需要练习的东西，所以这次就给大家多一点时间，然后自己想办法制造出这个 config 状态。那 config 状态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找到档案的同一行，然后把它改成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分别 commit， 通常就会长出来。OK，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再重复做一次这个动作给大家看。因为这东西通常是学 Git 最容易卡住的地方，就是你发现我平常都做过好好，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很无聊，硬要跟我改动的地方，然后我们两个就冲突了。那冲突的时候到底要由谁来解决？那解决的人就会觉得很头痛。
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人工重现。就是其实冲突，我们要处理一个冲突的话，通常是我把 A branch 跟 B branch 这两个冲突是互相冲突的嘛，所以我先把他们两个都下载下来。那我现在目标是要把 B 合并到 A 嘛，那我就在 A 上面去合并 B。那对本地做的时候呢，他就会跳出来说你冲突，然后告诉你说有档案要改。那你把这些档案改完之后呢，做一个 commit， 那他就自动解决。那解决之后，我只要把这个 A branch 上传上去。那 GitHub 就会知道了。你说哪两？pull request 的 conflict 是因为我刚刚说嘛 ，GitHub 是一个云端服务，所以它其实是你设定上去的时候，它会先帮你尝试模拟做 merge 这件事情是不是会成功的。那如果不成功，它告诉我这是，对，那是它的功能，对。哦，应该说 conflict 这件事情是在你的习惯比较好的状况下是不容易发生的，对。那通常会是在那种很大的专案才很容易发生，因为它可能同时很多人都在对某一个功能在做调整。那如果你是自己的个人专案的话，大部分情况下你在好好的操作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太会有 conflict。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说，你要用一个好的习惯去做这件事情，那才可以尽可能减少 conflict 的发生。因为例如说像刚刚说，就是我每次都不去 pull 那个 master branch。那因为你的东西就是经常性的跟别人差异很大，那你就很难说去避免 conflict。可是如果我常常的更新的话，其实你不太容易会遇到 conflict 这件事情，因为你通常可能，比如说你是改一个字或改几个字，那这件事情其实理论上来说不太可能发生 conflict， 因为你其实中间只过了几个小时而已。那可能除非就是那种像立体这种大专案，可能每个小时都在更新啊，不然的话你只是过一个小时而已，其实。这一天这一个小时内都没有更新的状况下，如果它被合并的话，那照理说你不应该 conflict 啊，因为大家基本上没有那么频繁去改同一个地方，所以但是如果你是 always 都是用个很旧的版本去改的话，你不管怎么做它都会产生 conflict， 因为你版本就是差太多了，所以要说是避免会更好，应该是说它是一种你要用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去做这个操作，那才可以。减少这种就是需要人工介入的操作。所以像我们开发软体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会发生 conflict 的情况，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很比较早期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新功能同时上去，那它可能就会冲突到。可是到中间后期之后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只会零星的发生 conflict。那这种东西通常也大部分是发生在加新功能，因为如果我可以很干净的切割说每个人都负责一个功能的话，照理说我们两个人不会互相盖到你的功能，那就不太可能有 conflict 情况，除非说我们两个人都需要靠改这个功能来达成，不然的话很难会遇到这种东西。那再就是时间差嘛，因为我经常更新的话，其实也不应该去盖到别人的东西。Merge 视为现在 commit 这件事情，其实在 Git 里面，通常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比较喜欢是让它固定，就是让它固定去长出一个新的 commit， 因为这样我们还蛮比较好去追踪说，就是它是在哪一个操作，就是完成这一个 merge 的。那有些专案的人可能会喜欢说，就是把它干净就整成一条线，那其实是看习惯。那通常会长出一个新 commit， 主要是因为刚刚说的就是这种，就是刚刚说这种会绕成环的形状，因为它必须透过一个 commit 去把两个
不同 commit 的内容合并之后做一个标记，不然的话就会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第一轮示范，就是它是直接长成一条线，因为它其实 merge 起来之后只是把它拉直了，因为它只是把我刚刚长出来嘛，但其实它长出来之后附近没有其他东西，它可以直接把它接上去。那如果是造出来这种长成一个 commit 的话，是因为它没办法接上去，所以我必须这边过来之后跟这边过来之后，它要长出一个新的东西把它合起来，那它才会长出一个新的 commit。应该说 ，desktop 好像就是我自己试是没有看到那个选项啊，就是它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它其实还蛮新手向，所以它不会给你太多这种调整功能。因为像是今天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到是叫 rebase， 那 rebase 就有点类似那种就是嫁接的概念，就是我把这条 branch 剪下来之后接到别的地方上。那这种东西我们通常是用来调整，就是像刚刚说要拉直这件事情，就是。这边有个人绕开嘛，那我现在在这边，那我可能会去修改这条 branch 的起点，从这个起点改到这个起点，那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拉直。那有些专案会喜欢这样做，那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所以像我在 desktop 里面暂时就没有看到它在明显地方标这个东西，那它有可能是有的。嗯，我目前是没有看到 rebase 这个操作，因为它这样拉出来都看不出来有这个东西，但它很有可能是在这种隐藏的地方，就是他不太希望你随便去乱按这个东西，因为 rebase 其实还蛮容易造成一个专案坏掉的。对，因为刚刚有说，就是我做 revert 或 undo 的时候，都会产生新 commit 或是改变 commit 的。那 rebase 这件事情，我把这个东西拔过来接到这里，表示说他要从这个点开始算后面所有点的名那个编号，就是他一个编号，所以。他重新算过之后，你很容易就是你整段就坏了，然后你可能就有些人就不知道怎么上传上去，所以他可能就会尽量避免说让你可以在很直接的地方去做这个操作。所以大家都有试出 config 吗？对，好，那我们再讲一个就是比较有用的小功能啊，这就叫 stash。那这东西通常是怎么一回事呢？假设我现在在一个 Ruby 4好了，我在一个 Ruby 4，我过着一个快乐的生活，我在改我的那个做得很快乐的小功能 ，OK， 好，就是我今天又想到，它应该被改回456快乐的小功能，然后这时候老板突然跟我讲说，你那个 license 写错啊。你赶快回去那个 master 做。那这东西其实我们在工程师就是在写下指令这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就是会下指令，然后告诉他说我要 stash 起来。那 stash 起来就是什么？我就先把，因为我这个东西没编辑完，那我也不该 commit。那这个时候就是他有个东西可以先把它隐藏起来，变成没有 commit 的状态。那在这个 GitHub Desktop 呢，他做法就是反正。你会遇到这种情况是一定是切 branch， 所以老板就说你现在马上回去 master branch 来，然后去把你刚刚那个没有改完功能改完之后，你再回去改你这个快乐的 Ruby 功能好了。好，那我切过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desktop 他就问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把我的这个编辑留在这条 branch 上，不要带走。然后另外是，我这个功能其实是要切到 master 一起做，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会写点高兴，然后这时候然后就发现，我在错的 branch 上做事情，那这种时候我就会选择就是直接把它带过去嘛。但如果这个时候不是呢，就是这个东西的确是 Remix 要做事情，那他就问你说，那要不要留在这里？好，那你按下 switch branch 之后，你会发现，刚刚我改的 Remix 就不见了，那我 Remix 跑去哪里了？他还是留在这个。Ruby 上，所以这边它就出现一个叫 stash 的，就是它先帮你把它保存起来的 commit，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按 restore 把这个东西还原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很快乐的先切到别的 branch 上，然后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是说我可能就修改这个东西，我就把它改成 000， OK， 然后我做一些快乐的修改这样， OK， 好，那我改完之后呢，我就说，老板我改完了，然后我就可以回到我这个 Ruby 4。然后这下面发现，我刚刚改的东西不见了。
但其实没有不这样，因为他被 stash 起来了，所以我可以把它 restore， 要把它叫回来，然后我就可以再继续修改它，然后改到我高兴为止之后，我再按 commit。那这算是一个里面一个比较小的，算是我自己个人会很常用的功能，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工作就是说，就是那个客户就一定会是我们在跑东西的话，一定会是有可能有几个新功能要开发，然后你开发到一半的时候，客户就跟你讲说，我把那个东西玩坏了，可以去帮我修一下，所以我要先把现在的东西先留起来，然后跑去修他的东西，修完之后再回来再去做他的新功能，所以这个 stage 功能就会变得非常有用，就是你在做一些临时切换的时候，你可以在不同部门上切换，但是不会让你的编辑是消失的。那当然这个前提啊，刚刚就说就是 Git 要知道你的东西有编辑，一定是要进入就是它的 stage 的状态，就是可能是被 stage 或是被侦测到，所以你很高兴的把档案改完，然后没有存档，然后再去切 branch 的话，它是不会问你说要不要把它保留起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存档，就是这画面上有出现才是 OK 的。然后今天的东西大概这样，就是我把 Git 上面一些基本操作都是跟大家介绍，就是比较常用的几个操作，然后再就是比较常见就是 conflict， 就是当你们两个人互相打架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改它。那接下来时间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发问，就是你可能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想看 Rebase 怎么操作啊之类的，我也可以操作给大家看，那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对，在 Desktop 里面是要切换，但其实我们在下指令的时候是都可以直接下的。他通常其实会 A 这件事情，其实这的确也会发生，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玩一次。OK， 那假设这边我看一下。OK， 好像这个 license 刚刚那个已经是000嘛，那我现在我觉得说我在这个 branch 上我做到一半，然后可能他觉得是999。OK， 好，所以我现在有个东西我可以选择把它 stash 来，我也可以选择把它带到 master。所以我跟他讲说我把它带过去的时候，他其实他会直接跳出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种就是标记说就是来源跟那个结果是有差异的。那这种时候像是这边的话，像我们就可以，像这种时候其实我真的会比较推荐像 Visual Studio， 因为它很清楚帮你标示说就是变更前变更后什么。那这边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说，嗯，我希望的是比如说888好了，我最后希望结果是一个888，然后把它关掉之后跑回来，那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还未编辑的东西。对，那所有遇到 conflict 或是你在merge 的时候，他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帮你标说，就是编辑前、编辑后差别在哪，然后你自己去挑你想编辑的最后的那个正确的结果。对，就是我现在刚刚把它改成888嘛，所以我因为我把它带过去，所以我跳过去的时候，他只是在问说要不要再带去另外一条 branch。那如果选择把它带过去的时候，这个是因为他刚刚已经记录到他是 config 状态了，所以他可能要求我就是先把他 commit 之后再往下做。那这种时候就是 commit 吧，然后再跑过来。然后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其实 master 已经比 remix 更前嘛。那这种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边最后是这个 456， 然后 master 最后是一个 888。然后中间还有差别，那这种时候就是刚刚说就是 rebase 会发生情况，就是我希望把 remix 的最后一次修改接到就是那个 master 的修改上，所以这种时候你才可以去安置 rebase 啊，不然平常不敢安。他就问你说你要拿哪个东西当 base， 然后就下 rebase 之后，他就会把刚刚那个就是 remix 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000就改上去了。然后我这个 Remy 的这个 456， 它又会再叠到它的后面。那因为它就是已经有个 commit 明确告诉他说要把这东西改掉，所以它就会再把你现在最后一次改的东西再叠上去。那当然就是做 rebase 的时候也有机会发生 conflict，
那那个东西就会是整个 Git 使用里面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对，那其实那个东西最主要还是花耐心，就是你耐心的把每一个 config 的地方改好，那基本上就会正常。对，他没有树状图，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那个选项，然后唯一能找到就是在他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个，对。所以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哦，对，是讲到这件事情，刚刚的确忘记跟大家提 Chrome 这件事情。那我们直接去抓一个专案。那这个东西就是它这边有 Chrome 嘛，然后它 Chrome 有两种模式。那这东西，大家先了解一下这模式的差别。第一个是这个叫 SSH，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用一种就是，我们叫做金钥的东西，然后它就是类似钥匙，就是我们互相验证。那这个东西的前提通常是，例如说你要有登录 GitHub， 或是说你有在 GitHub 上面登记你电脑里面的钥匙，那你才可以正常使用。所以，例如说，像我刚刚没有登录状况下，会有一些功能没办法操作，就是这个关系造成的。所以，如果你现在用这个 SSH 模式下载失败的话，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例如说 GitHub 上面你没有登录。那这种东西通常我们会下载是那种，就是例如说我们客户他就是付费版，他有私人的专案，他外面是看不到的。那这种东西，因为他一定要认证，所以他才需要用 SSH 模式下载。那假设如果我只是单纯想把这专案抓下来的话，那我是可以用 HTTPS。那但是这不表示说就是 HTTPS 模式不能上传，因为你上传的时候，其实像 Desktop 的话，理论上来说，它其实会问你账号密码，所以你只要把账号密码打进去，就是你 GitHub 的账号密码打进去，你还是可以照常上传东西。那像我电脑的话，应该是有设好的，所以我在这边，那刚刚有说嘛，就是这一个嘛，就选 Chrome 就好。那它其实很简单，你就是把网址打进去，还有一个是用 URL。那有些 source 就是它不是在 GitHub 上，你就可以直接像这样，就输入一个 URL。那如果你是在 GitHub 上的话，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去搜寻，就是你账号里面有的。那通常除了账号里面有之外，就是你参与的那些组织的专案也都会出现。那像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用这种最传统的方式，就是直接用一个网址去下载。OK， 然后他这样，他就会把刚刚那个在上面的那些专案的东西下载下来。OK。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就是看到那个上面整个专案的变更，然后你就会在你本地的资料夹，就是像我叫他说在 Finder 里面打开，那就会出现这个专案完整的专案内容。那你就是可以把它 clone 下来。那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在网络上贡献别人专案的话，通常就会去点这个 fork， 然后他就问你说你要 fork 到哪个账号，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做后续操作。那 fork 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 GitHub 上才有的概念，所以你用 Git 的时候，它其实
本身不会有 fork 这种东西，因为所谓的 fork 其实不外乎就只是说我在电脑里面放一个专案，然后 push 到某个地方之后，告诉你说要从哪里 merge 回去。但因为我在，例如说像那种 Linux 啊或是什么，他们其实很常用什么，他们常用 email 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再就是，我也不太可能从 A 伺服器复制到 B 伺服器嘛，所以在 GitHub 上，为它之所以有 fork 这件事情，是因为你所有的专案都在它的伺服器上，所以它允许你去在它的伺服器上复制一份，然后在那里面做操作，然后再用 pull request 的方式加回去，所以它也还是做一个 merge。那为什么会提供这个功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例如说像我这个专案好了，你不是它的参与成员，所以你不能上传任何东西在上面。可是你想要贡献程式码，所以我一定会先 fork 出来，放到我自己的账号里面有一份备份。那我有权限控制我账号里面的这个专案。那我去上传到我账号里面的专案之后，我再把这个修改记录提供给另外一个人。所以如果你有时候你去看一些，例如说一些 Linux 相关专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信件里面会提供的叫 patch 的档案。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刚刚那个 pull request 的做法。那 pull request 的做法，所谓的 patch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file changes patch 档案里面记录，就是它对哪些档案的哪几行的哪些位置做一个修改。那其实一些比较早期的这些 Linux 专案，或是这些他们以前习惯用 email 用习惯，他们其实会把这东西当附件发过去给对方，然后他接受之后，他其实是会把这个 patch 做一个叫 apply 的动作，然后套用到上面。那因为我们有 GitHub 啊这些服务，所以对我们这些小专案或是这些比较新手刚学习的人，其实就不太需要依靠这种很传统的方式做，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网页界面去做这个操作，那它就变得非常简单。Desktop 的地图其实就是这里，这个比较两个 commit 吗？这好像也没有。这看起来它也是没有提供这个功能的。看起来应该是他可以 compare on GitHub， 就帮你跳到 GitHub 上。对，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单独比较，你只能在 GitHub 上做比较啊。毕竟是他们家拿来就是拓展用户用的套件嘛。那大家有问题吗？会，因为像例如说像我们有些客户，他可能是把他的一部分的开发外包给我们，那他可能就会在 GitHub 上开我们的权限，让我们负责的工程人员进去帮忙协助那个专案开发。那我们公司自己也有架自己的 Git 伺服器，然后内部的专案就会用那个东西去管理这样子。其实有一个叫 GitLab，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很有趣啊。他们这间公司最早之所以去做像 GitHub 一样功能，因为你打开之后你发现很像。像是这个 GitLab.com 是这个叫 GitLab 的公司他们做的服务，然后其实就是跟 GitHub 很像，你会发现功能大致上很像。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最早他们觉得 GitHub 有些专案管理上功能不好用，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出来研发一套，然后提供给大家。那我们自己公司也是用这一套，因为它有提供就是 open source 版，就是你可以自己架设，那可能会少一些企业版功能。但其实 GitHub 也有提供企业版，然后你也是可以自己架设。那因为 GitHub 的企业版贵非常多，所以大部分在公司里面通常会选择是 open source 的 GitLab 版本这样子。对，就是他们没办法互相转换。但这东西其实又牵涉到一些就是跟 Git 有关的一些比较复杂功能，因为以前好传统的时候，例如说我写一个软体，其实我会需要用到很多外部的那个套件啊。那以前他们其实都是，例如说直接下载个 zip 档，然后放到资料夹里面。那可能在 README 跟你讲说，哦，你现在要下载这几个这些资料夹，
然后才会动正常动起来。那 Git 的话，它提供一个功能叫 Submodule， 就是我可以跟他讲说我有一个来源，然后它是一个 Git 的网址。那我要安装的时候，我只要下那个 Submodule 的 update， 它就会帮我把那些专案复制下来。所以理论上来说，我是可以跨那个就是GitLab 跟 GitHub， 但是它只限于就是同步这些程式码的前提。Submodule 的话，它其实应该会长像这样。我找一下，我这个专案里面应该是啊，这个专案其实好像没有，我看看。因为其实虽然说有 Submodule， 但其实用 Submodule 的通常是那种就是软体专案，因为他们还有蛮多就是需要依赖其他人的。我看一下啊，这个版本是不是还有使用？啊，你会看到像这样，这东西就是 Submodule， 然后我这个 Submodule 指定的是另外一个 GitHub 上的专案，所以它实际上不存在我的专案资料夹里面。可是当我需要去产生这个软体去执行的时候，它是需要下载的。所以通常这种就会在 Remy 跟你讲说，就是你要下一个 Submodule 的更新，把这个东西下载回来，然后它就会去找就是另外一个 GitHub 上的专案，它就在另外一个 GitHub 上的专案把这个东西下载回来，然后。这东西读法其实还蛮简单，就是你看前面是专案名字，然后后面这个东西是它当时的版本，就是在哪一个 commit 上。这个东西在 GitLab 上也会看到，然后我记得 GitLab 后来有做一个功能，就是假设你用的是 GitHub 的网址，它会提供你就是可以连到 GitHub 上，那它也只能做到这样而已。哦，其实 Debugger 比较大家比较那个吧，就是诟病的应该是那个，就是我记得 Debugger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的，对，但是大家比较诟病是这个、啊，但其实因为看需求，因为以前像是 GitHub 他们是，比如说，GitHub 现在好像是摆人头吧，以前是摆一个 team， 所以因为收费的关系，所以大家那个时候选择的就会选择说，例如说。我team可能比较小，但是摆人头就是不划算，我可能就会去，应该说摆team比较小，摆人头可能比较划算，就去找那种摆人头的方案。那像 GitHub 现在也改成摆人头，他以前摆team的时候，比如说我一个team只有两个或三个人，然后被他收一个可能是六七十个人的钱，就是不划算，所以大家才会去选不同家。但其实要说就是整个业界里面，目前应该是 GitHub 跟 GitLab 是做最好的这种服务。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在处理那个 branch 的时候，我这条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 branch， 因为我自己做的通常都懒得下 branch。OK， 好，就是做 branch 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就是假设你是这种，就是它有绕开，就是中间有一个绕开的这种 branch 的时候。虽然说你不知道原本 branch 叫什么，但第一个就是我们那边会直接按嘛，就直接按嘛，所以它会残留那个 branch 的名字，然后所以你只要回来去看一下这条分支出来是谁，就大概就知道说之前是哪条 branch 的。然后再就是其实很少会回去追那条 branch 之前是谁在干嘛的啊，因为就是你要追的时候，你通常会以最后一次 commit 的那个，因为通常就是你用到一个东西，你发现有个写坏了。你一定是先看当下到底是你 blend 出来到底是谁嘛？那你 blend 出来发现这人其实他没做什么事情，你就要往回追。那因为其实你有一条主线整条的，你只是往回看而已，你很少会需要说去找某条 branch， 因为我真的是还想不太到有什么理由要去看那条 branch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通常坏，你一定会在你的那条主线上找到
坏的点。对，除非说你是很确定是这条规矩坏，那你顶多是对它做一个 revert 把它取消而已。我觉得是看习惯，因为像有客户就觉得说这东西就要留着，对。对，他就觉得说这东西要留个底这样子。对，这是 GitHub 上的账号，就是它上面显示都是其他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说嘛，就是其实我做这个 fork， 它只是在 GitHub 的服务器上复制一份到你的账号下，所以。你只有在做 fork 的时候，他才会看到说有其他的账号跑出来。所以你在别的地方，你直接 clone 下来，然后用别的方式送回去，他是吃不到的。对。很多同时都有 master branch 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像我这个专案，它 default branch 是一个 developer branch 嘛。那 fork 出来的人，他基本上因为他 fork 一定第一次 fork 一定是我的 default 的那条 branch， 所以他也会有一个 developer branch。对，然后他们在各自做那个不同的修改嘛。所以像是我这改到这里之后被一个人 fork， 然后他其实一直都没有 update 我后面修改，所以他就停留在这里。就想想，对，会，因为通常我们去 contribute 的一个 open source 专案，就是我最上面这条一定是这个主专案嘛。那下面其实会有很多人各自去做一些 fork， 那他有可能是从这个人身上看到的，然后他去 fork， 所以你只会看到他点是长出来。所以我前面有讲说，就是虽然说这种 pull request 啊或什么，它其实本质上来说对 Git 来说其实只是在做一个 merge， 只是说他可能是从 A 账号做出一个 patch 之后丢到你主账号做一个 merge， 然后 GitHub 帮你记录说他其实是从哪个账号 merge 到哪个账号的。这可能要找一下，我记得有些专案可能会长出这种比较复杂的，但可能那个要找大一点专案，因为像我自己这些专案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所以就比较难找到那种类型。对啊，你看，其实你就看嘛，它其实从这边长出来就是它的 source 是我，但有些人可能会是从别人身上长。这个，你说，说这个吗？还是这个？我来直接用纸的好了。你说这个吗？哦，这的确是空间摆不下，他只是这样画出来。对对对，他这样长就的确就是他是这样长的。对。希望今天这个学的东西对大家有帮助啊，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非工作上。那各位如果觉得我们办的活动还不错的话，就请上我们网站看一下，那也可以做这个小小的捐款支持，那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活动。那各位如果已经是捐款人的话呢，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想听什么，那不是也可以啊，就告诉我们想听什么，然后我们再办更多的课程这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昌实老师，你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这个时间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